那成为一个可以发出不同灯光效果的灯光颜色的LED 灯光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利用那个电压的调变来变成让它变成可以闪烁的。好，那今天现在就介绍到这里。那我现在准备要来调焦了 ，OK。来呢，第二个步骤呢，我拿了这个离形剂哈，就是我们要先喷上离形剂，喷上在每个槽里面，然后让这个离形剂均匀分布在每个槽。那我们会用这个去涂，喷上去再把它各个面积涂布均匀之后，这样以后模具要脱模的话就会比较方便，比较容易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涂好了，喷好了，那就是小心翼翼的把离形剂先涂布好。那其实这两个步骤呢，先粘 LED 还是先喷这个？理论上应该先喷离形剂啦。那我是因为怕说喷上去之后，这个会不好，这个胶会不好固定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先把它用这个 LED 先粘上去。但是如果你先喷，然后再把表面清理好的话，那胶还是可以粘得上去的。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配，不同的颜色还有不同的颜料之后呢，我们终于把环氧树脂跟固化剂全部混合起来，然后倒到这个模具里面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让它等24小时的烘干时间。那我们就会拆下来看一下状况怎样，然后
拜拜。